下起了大暴雨。今天下起了特大的暴雨，我的眼睛里面有彩虹。帅吗？我是不是很帅？悄悄地说一声，今天有抽奖哦，三个奖品。第一个就是古语的美白修复霜，伊丽莎白雅顿的绿茶身体乳，艾尔博士的深层修复面膜。想做分子的同学，请把想要打在公屏上。最近有很多小伙伴在考试，大家的压力都特别大，所以我出多了一期地狱来跟大家唠唠嗑，分享下近期的一个护肤心得，也帮大家减减压力。因为我最近有一个朋友刚去海南的免税店，所以我托他帮我买了好多好多的护肤品。没办法，我是干性皮肤，用什么都无关。今天的第一个产品就是古语的美白修复霜，这个是我近期非常喜欢的一款国货。我发现啊，这两年的国货非常的多，并且有一些产品确实不错。我跟大家讲一下我用它的感受。哦，这个味道让人好舒服呀。大家都知道MILU平时都喜欢熬夜做视频，被迫熬夜为了给大家更新，然后就有一点黑眼圈，而且皮肤会比较暗淡一点点。这个古语的美白修复霜就特别的适合熬夜肌跟敏感肌，它的壳竟然是个木质的壳，非常的有质感。现在都已经到2020年了，不管你用什么产品，第一个看的肯定是成分。修复霜里面含有美白黄金光干草丁，是光果干草的一个提取物，主打抗氧化跟美白，它能够瓦解黑色素。我看了一下官方，它是有国家的美白特征，它还含有神经酰胺、透明质酸跟角鲨烷，修复皮肤屏障。第二个是能够补水滋润，角鲨烷相信大家都不陌生，现在很多产品里面都含有，它主要是给我们皮肤生成一个天然的屏障。干燥自带维稳和消炎的作用，敏感肌跟痘痘肌都可以用。给大家感受一下它的质地，这一瓶已经是我买的第二瓶。淡黄色的奶酸质地，它非常的好对盖，滑滑的，它的味道特别的清香，是男生比较能接受的一种味道。如果你经常熬夜，皮肤也是偏黄的话，没有稳定的收入，可能还是学生的话，这款产品我建议是可以买的，因为它很便宜啊，才100多块钱，而且这一罐有将近50克，真的可以用很久。平时我下班比较晚，我就会洗个热水澡，然后厚厚的敷上一层当睡眠面膜用，第二天起来皮肤就会光滑很多。今天的第二个产品相信大家都不陌生，我的黄油小宝宝。这个产品呢，我用了将近有2年了，我作为一个干皮，我还是很喜欢它的，特别是它的黄油款，水润不黏腻的成分，主要有透明酸钠、葵花籽、大麦等等，全部都是保湿的修复皮脂膜，所以很多皮肤都可以用。那么讲一下它的肤感，它用起来相比刚才那个会更黏腻一点点，也是很好推开，不过它的味道可能就有点太过于寡淡。但是它有个问题，因为它的成分里面含有很多油性物质，所以像我身边有一些皮肤比较油的朋友，他用完之后会有点闷痘，所以这个产品比较适合皮肤严重缺水、比较敏感的小仙女小仙子。如果你的皮肤偏油，我建议你买那个无油版，后面还出了一款透明版本，看起来很漂亮，不过我还没有用过。三个产品是铅笔的水磁场，官方讲的72小时锁水，让你的皮肤水蹦蹦，好像叫什么动态水循环。
听起来很牛逼，我用完之后的感受就是，哦，非常补水，因为它的成分表里有大量的补水剂，丁二醇、甘油、聚二甲基、古拉索芦荟、海藻糖都是亲肤保湿的，所以它是保湿力度非常好，肤感就是那种粉色的水凝霜质地，很稠，用起来很润，略微有点黏，味道跟黄油一样，不好闻。第一个不便宜，第二个它的功能非常单一，就补水而已。如果你的皮肤很干燥缺水又很有钱，你可以买。第四个产品母鸡，200毫升大概是50块钱吧，无印良品的产品，几年前我用的比较多，说实在就是热系性冷淡，有点无聊，无色素、无酒精、无防腐剂、无添加剂、无矿无油，所以不会给皮肤太大的负担。成分的话我这里就不细细讲了，因为它就是一些补水成分，主打的功能是日常的保湿补水，比较温和，无功无过，是一款没有什么特点的产品。我是干皮，所以我会买滋润款，不过用完之后我有一个问题，就是它比较油，特别是夏天用完之后整个脸会非常的油，所以后面我基本上不用了，比较适合拿来从来没有用过护肤品的男生可以买去送给你的男朋友。这一款也是木吉的清净保湿乳，推荐指数是2 45克，大概90块钱。当时买它完全是因为它的外观有点像一块玉，非常的漂亮。它的成分主要是葡萄、柑橘、猕猴桃、杏四种植物精华，主要是滋润改善皮肤的细纹。但它有一个问题，因为它的天然植物含量很多，所以它容易过敏。第二个，它里面还有酒精，所以敏感皮不要用，质地非常的细，用了跟没用一样，味道是淡淡的橘子香味，我个人建议还是不要买了。最后一款悦诗风吟的绿茶露，这一款应该是每个学生都会买的，一路大学4年用掉了好多好多罐，当时觉得它好高级好清新好喜欢，然后前段时间有一个朋友送了我一瓶，我当时就郁闷了，你是什么意思，觉得我现在是个学生吗？你难道不应该送我雅诗兰黛或者是海蓝之谜之类的吗？送我这个。说实在5年后的今天再用这个产品，我觉得它第一个保湿力不够，第二个用了非常油，整个脸都是油的，所以最后我拿它拿来擦手变成了我的手霜，我觉得还不够润。这一款的话在这里建议大家可以选择别的，好吧。今天的聊天到此为止，大家记得给我多多的弹幕、三连、评论，然后把奖品拿走吧，拜拜。